新竹就是你那方外省人老师，所以对我都看这个吧，要不然嗯全国精英育成杯青少年软式网球邀请赛记者会正式开始。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各位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欢迎莅临斗六高中参加本次全国精英育成杯青少年软式网球赛的记者会。本邀请赛是由斗六高中校友总会陈美琪理事长、陈调廷荣誉理事长、文教基金会庄胜通董事长以及斗六高中刘永堂校长为纪念廖本富老师对学校软式网球队的付出，并庆祝本校创校70周年，因此办理这次的比赛，邀请国内优秀青少年选手参加，也希望在大家的支持下能持续办理，让软式网球运动能更加的推广。大家所看到桌面上的就是由我们学校毕业的校友，总共有7位国手所提供的11面国光奖章。那特别可贵的是，我们正南国小的邱慧丽校长将她的国光奖章要捐出来，放在本校的校史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那前面有七颗签7位国手所签名留念的。以下为各位介绍今天出席的长官贵宾。首先，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校友会董事长陈美琪董事长。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校文收处长科科长徐敏荣科长，校友会荣誉理事长陈调廷理事长，本校斗六高中校长刘永堂刘校长，正南国小校长邱慧丽邱校长，员沈玉琪沈小姐，真诚报陈仁信记者，新云林之声台长林邦文，临时新闻报记者许立秀，新闻报记者黄金郎，斗六高中校友会副总干事张启煌，大家早。校友会副总干事高伟林，云林新闻记者杨明伟，家长会会长黄正通黄会长，同仁以及那个正南国小的那个协助的行动同仁，感谢您。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斗六高中软网队，从民国74年成军至今已经30年了。在全国赛、世界杯、云雅运赛都有辉煌的战绩，不但为斗六高中争光，也为云林县带来许多荣耀。
以下就让我们来欣赏本校软网队的影片，老师的身影。
国小到国中各级学校成立球队，更聘有专业教练与各中小学做扎根培训。是担任秦城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美琪理事长，以及科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陈调廷荣誉理事长。现在我们就请陈美琪理事长来为我们致辞。校长还有宇宙的各位记者嘉宾跟大家早安，非常谢谢今天大家拨冗高中的第一届办的绿城杯青少年软网赛，然后到外面打拼，这几年回到学校来，然后看到这两个字感恩，然后发觉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学弟妹，就像刚刚里头所提的廖文禄老师，一个初衷就是为了学生身教留教，更好的将来出钱出力，所以培养出邱慧丽校长。所以我们校会一直希望在学校70周做一个活动，而且是能够长期性，对于台湾的孩子做个高第一名之外，其实从活动中，从体育中培养他多元化的领导能力、统合能力、整合能力。那结果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愿，那也我们调停学长，还有我们昌斌同学，还有素芬理事长，还有包括我们最后所有最出最大力的就是慧丽，所以因为他也是斗中毕业，然后拿到世界杯，然后也当上了校长。那这谈话就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点滴都是从廖本部校长，一个廖本部老师，一个老师的初衷，他明牙出来，他的付出用心，然后出钱出力，跟带出这么多优秀的学子的，那我们校会觉得应该再把这样的精神，其实带领之下，其实很多的老师其实本身。我们大家再把这个激情的，再把这个活动力，再怎么再引燃的，那这次的活动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校会希望推这个活动，但最大的推手，如果不是学校，学校的学妹的，带着正南国小的资源，大家一起成就这些事情，今天这个记者会就不会发生。那礼拜六、礼拜天我们的开幕，因为预算也是有限，虽然校会资的，但是我们也是跟邱慧丽。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训练我们所有的先生，有限的经费里头，你如何去支配，如何达到活动过程中证明的，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大家都要带领我们的选手带一样的翻转斗中
七十周年，所以承先启后，七十而立的斗州就从今天开始记者会27。所以谢谢大家，也谢谢所有参与过程中所有投入的人，谢谢。来宾致辞。首先，我们邀请最关心我们教育的邱处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我为高中校友会的生理事长，还有邱校长，还有我们会长，那以及今天与会的我们的媒体朋友。那今天这个记者会非常的参加过很多记者会里面这个状况，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其实是一个我们体育重点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强项从我80年担任这个李建科科长到现在已经应该也20年，在整个全国的赛事当中一定线整体的表现都非常的优异之所以一定线有这样的一个成果我想这个就是要这个非常感谢我们一定线的这些对短视网球推动的这些学校跟我们从刚刚所看到的这个廖伟姑廖老师以及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衔接让这几十年来没有中断都没有中断包含到我右边的这个邱慧玲邱校长，他以前是西周国小的这个从西周国小一直到这个斗六高中所以他拿到了这个最后拿到了这个全国的冠军最后也当上了国手，那最后他也当上了现在的校长。一路这样这个培养过程当中到一直到现在继续在服务包括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练都是以前的国手现在都还是在一线担任我们的教练我想真的是非常特殊所以能够让云林县的整个短视网球的这项的一个这个体育的这项运动能够这样继续的一个发展跟发扬光大我想真的要感谢你非常多非常多所以感谢我们这个陈理事长还有斗六高中能够办理这样的一个全国网式网球的这样的一个邀请赛这个是在云林县是首次是由这个我们的校友会叫校友会来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全国的比赛都是由这个大部分都是政府机关跟民间合作这一次的话完全就是由我们校友会包含到整个资金的筹措县政府都没有参加钱整个资金的筹措整个活动的规划包含到整个赛事的安排都是由这个校友会跟学校这边来做处理所以这个是非常特殊也非常难得一方面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廖老师一方面就是因为学校那也是一年前的体育重点发展的强项这样的一年机会做这样的一个结合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一个展现我想真的非常有意义你站在县政府的立场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你你非常支持这样的一个大型赛事我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能够让云林县这个能见度能够更加的提升也希望短视网球这项的活动能够在全国里面将来云林县也都能够趋于这个领导的领航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能够持续不衰当然更希望能够为国家再争取更多的荣耀刚刚有提到我们在全国赛不管是在全国甚至在亚运都有非常好的成绩表现我想这个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在
持续的一个推动跟发展的话，让云林县软式网球能够更加的发光发热啊，也让我们国乐高中未来国乐高中一旦是这个一流的学府我想在这个体育运动方面有这么杰出的表现，也是我们县里一个最大的荣耀再次谢谢大家，谢谢。请地主某用高中的大家长刘校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好，敬爱的我们朵高校友总会的哲理事，邱处长，还有我们最最敬重理事长这个调停理事长那邱校长黄会长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今天个人是带着非常感动、感恩的心情来校友总会这个媒体理事长还有调停理事长，还有几位我们非常支持学校的各位校友那么他们非常支持学校，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在传承学校好的文化。好的精神，那我个人到这个学校来，其实不会想什么责任。那么至于今天这个网球邀请赛的办理，其实也是在传承我们过去廖老师他这个对于整个教育、对于网球对于活动的投入，这种精神就是我们需要来传承给。这个下一代或者是我们这个目前的师长、目前的同学，不只是在意我们这个网球活动的推动，就像我们这个在两年前要来促成学校有关在文化这个活动的一个发言，所以我们透过校友会。基金会来成立艺文中心，那么我们今年这个办理70周年的校庆活动，我们很扩大的办理，那其中一项我们也是透过我们校友总会这个的一个策划我们也是在做一个传承的工作，要来成立数位化的校史馆。我觉得种种都是非常，有些同仁会提到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未来学校整个发展主轴是有相关？其实我是认为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个校友总会在这个我们一起来承担学校整个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工作。那么至于这一次的网球邀请赛，我们也是希望要这个来等于重振我们过去，希望能带动一下，当然也这个能够进一步来这个推动是网球运动的风气希望我们这一份这个书能够带动国内的一个运动风气。那么真的这一次整个一个规划执行都是透过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我们尤其正南国小邱校长他是一个非常令我敬佩也是本校杰出的一个校友，他愿意在这个办学之余完完全全投入这一次的一个网球邀请赛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今天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和感恩感谢所有人的付出好，那这个期待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真正能够带动学校整个团队的一个力量，那么也希望能够这个大学校在各方
会上面的荣老师非常重视，那么也重视活动，也重视网球，啊，重视义务，啊，希望，啊，学校的一个发展是一个，这个，啊，科学、啊，数理、语文、体育并重一个学校。啊，那在这边，啊，祝福各位媒体朋友啊，那这个未来也能够，啊，多多，啊，为我们，啊，独立高中来促成来推销啊，谢谢各位，谢谢。第一线教育局教育处邱处长，刘席处长刘校长，在座的媒体朋友，还有大家伙伴，大家好，你好，你好。离开九六高，大部分的时间离开离你更久，在新竹科学院做事情啊。那我跟刘席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国际化的事情。一切的这个以前比较传统的观念和想法跟做法啊提升，所以我们办理这个里程碑的主要意义，我们规划是，我们希望有邀请这个国外的选手，包括日本还有韩国的选手来参与这个比赛。我记得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高中有跟日本的来做互访。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九六高中有到日本去比赛，然后呢，他们是透过这个两岸关系协会主动的要求来 homestay 来引领来九六高中和我们交流。我觉得这个民间的事情我们来做，哇，我们可以做得到。我记得在一月份的时候，他们也来，那领队的时候，领队就坐在旁边跟我们吃饭，他讲得非常。让我很感动，他说来云林 homestay， 然后跟选手互相访问，也参观了云林的这个布袋戏，也参观云林的夜市，九六的夜市，啊，然后我们同时要走的时候，到机场的时候，本来是他们要直接回去，后来我们的选手舍不得，就是所有选手跟着一辆车子到中正机场送他们走，我觉得，我觉得小小的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从这里做起。我觉得说也许我们以后办这个国际的邀请赛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云林的这个特色结合起来。我们不只是说办网球赛，我们希望说像刚刚讲云林的那个布袋戏，或者是乌衣子，或者是说咖啡，这些都可以整合在一起，用这种网线的方式把云林的好的美的一面，然后用另外的方式把它沉淀出来。各位记者朋友，刚刚你们看的那个短片啊，这是我们的九六高中的校友义务帮忙做的，做的时间刚好就是过年前后这两个礼拜。那个龙岩那个联谊会的中午的时候，我还在台北跟他一起做。然后莲之山的时候还在做，一直做到前两天才完成，这代表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了那个编辑的同学的话，他已经是廖老师的学生，从高一、高二、高三都是他的学生。他跟我讲一件事，他说他能够帮廖老师做一件事情，这就是他们感到最值得的一件事情。离开毕业的校友对。本校的对学校的投入，对学弟妹的爱护，我想这是我们九六高中最真实的一个资产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媒体朋友都能够报道。我自己本身对这个网络比较熟啊，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本身在深圳公司做啊，然后做半导体，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些我们是要把这个。云端的方式能把它扩散到不只是我们的校友能看到，我们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得到九六高中，看得到网球赛，甚至看到云林县，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建设团队。
事长，陈立执事长在春节时间真的运用了很多的好时间，是相当感谢他对我们学校的尽心与尽力。那不知道各位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官贵宾，好，就拿桌上的网球来为我们签名。是不是站起来？在这边的会长过来来，啊，你过来，过来，是的，在。那我们的记者会就到此圆满的结束，谢谢大家，谢谢。